那个大厅里边烧，被那个小子啊把它烧了。那么这个总的说到这里，希望以后呢，这个就是说和谐一点嘛。我的小时候愿望就是喜欢追求不一样的生活，就是走不寻常的路那种感觉。看，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发展当中的这个不均衡的问题，财富分配不公。弱少了，与大之讲，现在我们整的就是特别一种的就是缺税。有些人生像你的状态，年轻人还到处在外面打工去了。举头望天，只见雁两行。其实生活也是一样，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，我不可能失败了，我一直失败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也会翻身。